在屏东，只要花299元就可以享用饭店晚餐、自助餐吃到饱，各种佳肴、甜点、饮料，该有的都有了。你各位啊，你看完你会想来吃吗？大家好，我是拓刀。我们现在来到屏东这里了，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一栋是尾鱼家族饭店，它里面有家餐厅叫做尾巴。然后我们现在只要用299元就可以内用把贝吃到饱。你各位啊，我们之前不是有体验过屏东各种高 CP 值的餐厅吗？可是现在竟然有一家只要299元就可以吃到饱。你看了不会觉得很有兴趣吗？不过 OK 啦，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看看它表现会是如何吧。 Go！ 嗯，谢谢。全是点这个主餐就可以吃这个沙拉吧，请用塔香拿坡里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吗？嗯，谢谢。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啦。然后刚刚我们一入座的时候，店家就帮我们点好菜了。我是想说，我们今天如果只吃自助吧的话，会不会让各位少了一份体验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份主餐，支持一下店家了，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回来吃吧。欸，各位啊，你们刚有看到我吗？虽然说他今天这个收费我是觉得还蛮亲民的啊，但是他餐点内容也是该有的都有的啦。我们从他提供的主餐到他的把费来看呢，感觉这就像一个家庭餐厅一样啊。那我们先用这个浓汤开开胃吧。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舅舅家里就是开早餐店的，他们的浓汤的味道就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哎，那我们这种黑胡椒的沙法也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好怀念哦。
们来吃吃看刚刚点的意大利面呢。虽然说它是刚出炉意大利面呢，可是为什么吃起来它的面条这么的干呢？我们来配一块松板猪。我是觉得说它的松板猪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有嚼劲啊，而且肉质我觉得也些许干柴干柴的，它是一个筋感很重的肉片呢。虽然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点它的把费只要299，但是说我们点这一份包含把费只要360元而已。那如果我们是以60块标准来看这个意大利面的话，其实它表现已经很不赖了。你看，我们光是加价61块，里面就有松板猪，还有炒了蒜头、培根、番茄。我觉得它其实是想要用心做好这一道料理的，只不过可能它今天的面条的湿润度没有掌握好吧。那我们吃把费不免俗的要吃个烧麦吧。虽然说它这个烧麦皮都蒸到干掉了，不过我觉得以今天这个价位来说，我可以接受。各位，它这个白肉虽然是以薄酱油调味的，可是我觉得以它给我的口感还有香气来说，它甚至就可以当做一道主餐来吃。这是豆腐吗？它这排骨有我们常见的排骨酥的香气，但是它又带了南部特有的甜味。我觉得这个甜，我很喜欢呢。我刚吃到整颗的蒜头，哦，它那个蒜香味跟那个红糟放在一起，感觉很香哎。我觉得这个排骨跟刚刚的白肉都可以拿多一点呢。客家小炒。炒豆皮，我觉得这个炒豆皮，我们等一下应该要去拿多一点白菜的部分呢、啊。它炒菜的功夫，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紫菜汤。各位，没有想到说它汤里面加的丸子是黄金鱼蛋呢，但是整体它的搭配还蛮让人意外的呢。不过 OK 啦，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所有的料理了，那我们就去拿下一回合的东西来吃吧。
OK 啊，各位，那这回合我们把刚刚没有拿到的东西都拿一遍的了。还有，我真的是觉得说他这个白肉跟排骨的表现真的是很棒耶。那这回合白菜分量我们拿的比较多了。他家这白菜炒十分的透烂，然后配上他的高汤以及豆皮的香气，这真的是很好吃的白菜耶。哦，没有想到它的汤头味道非常的够味。其实我们吃到这边呢、啊，我觉得他这一盘应该全都是商业用小菜哦。然后之前有人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商用小菜就是我们可能一般经营餐厅或是小吃店最爱用的中央工厂小菜。但说这些小菜都还蛮好吃的、啊。哦，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好脆的感觉哦 ，Q 弹清脆的口感，吃下去清爽的酸甜味。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很好吃哎。不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鸭肠。它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真空包鸭肠。白肉吃起来，吃到这边呢、啊，我是觉得它这种肉片，它是给我们原肉片，而不是那种重组肉片来说，这已经很有诚意了。OK 啊，各位，那我们已经吃完这回合的食材了，我们等等再去拿下一回合料理回来吃吧。OK 啊，各位，那我们这回合哦，就拿了跟刚刚差不多的东西回来吃啊。我觉得这样应该也差不多了。蓝莓吐司吃起来。
我觉得这个吐司应该是他们从早餐延续到晚餐来的东西吧，虽然也还蛮不错的啊。我真的是觉得这边大厨的手艺还蛮不错的呢。刚出炉的薯条，虽然说他今天这边现场的菜吃完了，他们补菜速度很快是没错啊，但说他这猪肉片补的方式应该就是把它烫一烫，然后这些倒入原本空的内盒里面拌一拌吧，所以它原本里面的调味酱，这些每次加肉之后啊，它味道会变得越来越淡啊。不过它回归到今天的收费水准来说，哎，这真的都是很 OK 的啊。好了，那我们这回的东西也吃完了，等一下我们应该就准备要去吃甜点的了。我觉得这样应该也差不多了。哎，各位啊，今天他这个价位，他有提供我们 key 醉、追购、给能哥，甚至连双气印都有，还蛮棒的。比起那种一桶一桶的冰淇淋来说，我更喜欢这种现挤的双气印啊。哎，这味道还蛮浓郁的。来，咱用砂纸洗洗嘴巴啦。来吧，香瓜。嗯？是说各位啊，你有多久没有吃布丁了？我是自从看到新闻爆出它这种布丁里面没有加鸡蛋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比较少接触这种品。那我们已经吃完所有的甜点了，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OK 啊，各位，我们回到今晚下榻旅馆的了。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旅馆感觉还蛮不错的呢。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屏东之旅住的旅馆吗？好像住的那几间虽然收费是有一定的水准，可是它表现给你的感觉似乎又没有到达那个水准。
所以我们今天来住到高雄的亚太大楼这里啦。这边是17楼的旅馆呢，这边一晚不用800块，而且它的房间就有附双层冰箱、微波炉、琉璃台，还有一个干湿分离的卫浴，真的该有的都有了。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晚吃尾霸的想法吧。我们今天吃的家餐厅是在尾鱼家族饭店里面的尾霸buffet。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用海鲜的名字来命名饭店呢，很可爱耶。可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他吃一餐已经要299，然后加10%的服务费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价格，饭店里的buffet299加10%，很亲民呢。而且来这边用餐，他地下室还有停车场，免费停车。你有什么好闲的吗？而且说他的用料啊，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给你的诚意啊。他们是认真的想要把这个餐厅做起来啊。只不过如果你问我说今天要我们这花300多元回来这边吃的话，我 OK 吗？如果我是住这附近的人，我可以很常来吃，一定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要我这花4-5个小时的车程，从基隆来到这边吃的话，啊你我真的没差你啊。那各位看到这边，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了。还有，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或送超级感谢功能支持我们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客家虾草，来吧，客家虾草，